本期讲解一个最新抖音低价单盲盒回收项目，一单能赚一块，单机日利润200以上，纯绿色不封号的一个项目。我们是合作快递搞这个摊派费的项目啊。之前做的是淘宝，做过的兄弟可能会说淘宝发货率不高啊，并且淘宝限制账号。现在我们做的是抖音啊，抖音发货率非常高，接近100%，不封号，单号可以无限搞，而且我们后端还做快递盲盒，能把低价单发回二次变现，所以一单价格能赚到1.05块。单号的话，一天能做300单啊，一单利润在4到5毛钱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课程，包括项目介绍及准备工作以及项目的实操，非常简单的一个项目，长期操作肯定能赚到不少钱的啊，做了就有钱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盲盒回收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